谁啊？老常。来了。哎，老常，快进来。啊。姑爷。啊。三爷，请您过去一下。咋了？二当家的又要唱《霸王别姬》啊？今天好像不唱戏，我看那几位当家的在威虎厅闲聊呢。爬起来。怎的了，虎爷？凉着了？我给你碗姜汤吧。不用不用。哎，那就去吧，去看看。看看让我干啥？走。哎，行，那您慢走。三爷太和，各位当家的太和，老胡啊，别画魂啊！三爷呢，有个心愿。三爷的宏愿，就是兄弟的旗帜。我胡彪，甘愿赴汤蹈火。说得好。三爷的心愿呢，就是你为三爷开了两扇门。三爷想好好谢谢你，啊。三爷的意思是。绿林道上都知道你老胡爱马如命，所谓君子不夺他人所爱。可这是胡彪诚心献给三爷的。你献给了我就是我的东西，现在我再把它赏赐给你。本来想选匹好马，可是普天之下没有好过青鬃马的了。老胡，我崔某一点心意。三爷的厚恩，胡彪自当愧领。我胡彪爱马，不光是只骑他，只要能够养他，胡彪也就知足了。三爷，胡彪愿意为三爷养好这匹马。敞亮，老胡，古语说得好，红粉赠佳人，宝刀赠英雄。我崔某年迈花甲，力不从心，这把宝刀留在我手里，真是太委屈他了。三爷，这舞刀动枪的事儿，这是我们四梁八柱的事儿啊，怎么还劳烦您亲自出马？这把宝刀非老胡莫属，松下去。三爷，我老胡就是胆大敢干，可要论刀法，那自当是咱威虎山的迎门梁刘大炮头。三爷，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，请允许我借花献佛，把这把宝刀送给刘大炮头。老胡，这不合适吧？
这是三爷送给你的礼物啊。老胡和老大的交情，真是生死之交啊。收拾吧。谢三爷。啊去！老胡，怎么了？老胡，伤风了吧？不碍事，这点病放不倒我。来，楚子，去给胡爷端两碗姜汤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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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去啊，蒙上个大被，睡上一觉，出出汗就好了。晚上喝酒可不能误了啊！放心吧，三爷，胡彪告辞了。三爷，今晚的酒怎么喝？喝得了奶头山，你既然要扳住胡彪，就得对奶头山的人和事都非常的了解。他们每个人的脾气秉性，还有他们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落草为寇，谁和谁走得远，谁跟谁走得近，奶头山发生过的大事小情，你都得非常的清楚。只要他们问上一句，你就得接得住。是，你说的这些，我也想过。你还不知道吧？在你去牡丹江的这些日子，我只要没事儿，几乎天天跟易左毛待在一块儿。他呢，也是一个人被关着，闲得无聊，只要不关他的事儿，他什么都跟我说。那他对奶头山了解吗？匪窝里的事儿，往往就是土匪的下酒菜。他跟栾平是把兄弟，所以他知道的够多。你还得记着一个人，国军军官关一柱。许家四虎：许福、许禄、许真、许香。蝴蝶迷他爹叫江三彪，他娘是个妓女。郑三炮是江湖四大炮头，双手神枪，就想得到蝴蝶迷。马戏山的参谋长叫关义忠，他是大捕快受训之后被派到奶头山的。还有啥？说许大马棒子，要说许旅长，千万不能说许大马棒子。然后是郑三炮跟胡建民那点破鞋的事儿，还要再说，还要再说许福跟郑三炮他们两个人争风吃醋。
你怎么进来了呀？我有任务，得在这里啊，猫几天。水儿，你跟我说说，老道住在哪个屋子？我师父就住在前面的那个修山堂。修山堂。对了，那一左茅屋当时藏在哪里啊？大殿的尽头有一个柜子，但是怎么下去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柜子。
二林子，胡总来信了。这个老道果然不简单，神和庙里有电台。 尤其是这份电报，二林三，到底说啥了呀？他说，我们小分队已经被座山雕给打败了，他现在正在向侯殿坤报捷呢。这不扯淡呢吗？这个老道现在不在神和庙，十有八九是在牡丹江。二林三，那没事儿，牡丹江是咱们的地界，这一个臭老道能搅出什么名堂？ 上次前副司令打电话过来说，匪特会在年关的时候组织一次非常大的军事行动。这次侯东送来这个情报，说明年关暴动直接就是针对我军的，他们想把联络头上的所有人还有土匪联合到一起，所以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是，二林三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长腿。 你等一下，我写封报告，你去牡丹江军政区把它交给田副司令。是。另外，再去一趟军分区医院，催一下药品补给的事儿。好。威虎山这路啊，左拐右转的，看着好走，一走起来跟迷魂阵似的。 要是没有太阳，真分不清楚东南西北。可不是嘛！哎呀，虎爷，也就是您胆子大，我才敢跟着你出来这么走走。要像我们这些杂役啊，平时还有那些初来乍到的崽子们，要是一不走错了，那就是死不了也得一点暴打。有这么邪乎？那可不是。我们现在走的是前山的便道。便道？哎，除了便道，是不是还有别的道？那倒没有。不过我听说有索道、暗道、火道，不过。 没走过也不让问，也不敢问。啊，那边看看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威虎山上生荒的不能乱走，不知道啊。武当家的，为啥呀？三爷有令。 除了八大金刚以外，其他人不得擅自走动。我说你个刚上山的柳子，你有资格巡山吗？赶紧回屋待着去，别惹事儿。老胡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这就回去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听他们说你拳脚功夫了得呀。 这样呗，我在山上也无聊，咱俩试吧试吧。这样，你要赢了，我请你喝酒；你要输了，卷铺盖滚蛋。咋的？ 没种啊！没种就卷铺盖滚下山去！威虎山不要闲人。 这就你说的打虎英雄啊？瞧他那个熊样！ 哎，胡爷，你看，你先别脱呢，屋子还没暖和呢，别他感冒了。哎，老常，山上。
是有这样的规矩？哎，我都已经被三爷封为上校团副了，还只能在屋里待着，不能出去溜达。胡爷，这还真是三爷立的规矩。在威虎山上，只有八大金刚，每周一担任执行官的时候才可以随便走动。像我们这些杂役，还有那些小崽们，不能随便乱走，得走便道。胡爷，那个，岁的时候被座山雕给抓走，那你对他还有印象吗？有，最明显的就是他右脸上有一块疤。疤？嗯。怎么弄的呀？被胡子拿刀给砍的呗。老常，胡爷。子龙同志，还有一句话，你千万要记好。座山雕，他绝对不会轻易相信你。同时，在没有确认别人跟你完全站在同一个立场，也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人。劈柴不还有这么多吗？这样，劳动我的脑子。胡探副啊，哟，二当家的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啊，屋里坐吧。不进去了，我是过来给你报喜的。二当家的，开玩笑了不是？老胡这才刚上威虎山，哪有什么喜啊？三爷想封你当威虎山老九，明天过坎子。呀，那这肯定是好事儿啊。老胡何德何能？让三爷这么厚爱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几个金刚大爷还要试试你的身手呢，要是顺利了，你就是咱威虎山第九大金刚；要是栽了，你也知道。老胡明白。明白就好，那好好准备吧。哎，多谢梁台费心。屋里坐会儿了。不了。老常，胡爷，我那个，不是我，哎，你这洋锅子一定很金贵吧？叫蘑菇老人的手里得来的。蘑菇老人，你认识？我不认识。没有，我觉得这名字挺好听的。眼睛怎么了？眼睛没咋。这老腊人见风落泪，你说这咋了？这没出息了这。胡爷，我那个
孙达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那个军区有公务，二零三顺道让我们取一下小分队的药品补给。哦，我听白院长说了，那些药品还没到呢。没到啊？那行，那我改天再来取。我走了啊。哎，你每次都那么着急走，进屋暖和暖和再走。不用，我不饿。那我给你热点东西吃了再走。不用，我不饿。你还好吗？我挺好呀。嗯，我走了啊，你记得和白院长说一声，我来过这里。啊，哎，等等。 这个带在路上吃，看到他就等于看到了我。是，洛阳的同志。去找李科长，按照联络图上的标记。 逐个清查敌潜伏人员。是。注意啊，申和庙那个药道手里有电台，而且手下人员行踪诡秘，要重点清查他的真实身份。根据牡丹江的知情老人讲，原来的定河道人已经死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原来的定河道人呢，本来是牡丹江鹤鸣堂一老中医，俗名叫韩荣华。 但他伪满时期已经遭受杀害了呀。那现在这个定河道人呢？身份不明。奇怪，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道人，手上怎么可能有电台呢？怎么会组织地下先遣军呢？怎么会策划年关暴动呢？不对，绝对不对，继续查。你要亲自去查。 蒋参谋，哎呀，齐副长啊，吓我一跳，这么晚还没休息呢？ 有点闲事儿，你不也没休息呢吗？啊，我是去做专部啊，给值班员送了个报表，他们要备案。行，你先忙啊，回见。哎，好嘞，哎，再见。
小班长，有信号。信号没了。参谋，有证据吗？有，我们秘密搜查了他的住处，在床的角落里发现个皮包，皮包里有个电报机，我试了一下机身温度，还是热的。这样想的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动他，一动他，势必会打草惊蛇，让先遣军接触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秘密排查工作，让敌特分子有了潜逃的机会，影响大局啊！我看这样，还是继续对他实施监控，不到事态发生突变。还是要等到对先遣军收网的时候，再对蒋继忠一网打尽。好。二当家的，看样子这位老胡已经睡了。让他好好睡吧。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。敢在威虎山抢我醉花的风头，你就是该死。二当家的高明，将胡彪这一心头大患除掉，威虎山就你还是三爷的心头肉，谁也奈何你不得，照样呼风唤雨，吃香的喝辣的。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一定要谨防隔墙有耳。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，你有几个脑袋能跳？明白了。今天我特别的高兴，陪我回去喝几口。行啊，那就起庆回宫吧。娘娘请。Hi.
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你说。奶头山的挂柱是啥样我不知道，但是威虎山的挂柱我见识过两回，那可真是凶多吉少啊。我所以我想给您提个醒，别过杆子了啊！八大金刚这个手往往下的都是死手，多半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。所以我说，您就这坎子，我必须得过。吴当家的，有事儿啊？没事儿啊，我合计咱俩没事儿，是不是吧？哎呦，姓吴的，哎，你别走啊！往哪儿走啊？走那么快干嘛呀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什么打虎英雄？我看着你就不舒服。哎，我就当这么多人面臊你，你真能待下去啊？没羞没臊啊，是不是？是啊。行，够怂。姓胡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认怂，你就给你五爷跪下，要不然我他妈跟你没完。退呀，跪下，跪下。老五，怎么着？你耳朵里插大葱听不见呢？老五，跟我这装死人呢你啊？老五，说话。干啥呢？看不出老胡让着你啊？跟这嘚瑟。有能耐过坎子说你干他，浩特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认识这样怂包兄弟，你不嫌掉份子吗？老胡，你别熊，但凡是个带把的，你就跟他干，别挑事儿，怕啥的？三爷说了，山上不许私斗，坏了三爷的规矩，怎么跟三爷交代？还有，兄弟们之间伤了和气，让外人钻空子。你有脸没脸啊？谁他妈是你兄弟啊？站那！想要在我们三爷跟前逮住我，那必须得过坎子。过坎子？就是过几道关，那是我们的山里山规。不是我跟你吹，我们八大金刚之所以能得到三爷的信任，那是因为我们橘红管亮，心狠手辣。你要是想在威虎山有个座儿，你没两下子，他根本不好使。那你说的那过几关，怎么过？跟谁过？还能跟谁呀？肯定是威虎山各大当家的了。如果说这几关过了会怎么样？过不了，又能怎么样？那过得去当然留下了，这要过不去，就直接给他插了，喂狼。不是我吓唬你，我给你提个醒。我在威虎山这么多年。我还真没见过能过关的。
一面的崽子们都进来吧。有三项内容，一是枪，二是赌，三是拳脚。还是老规矩，三项全胜是贵人，三项两胜是客人，三项一胜请走人，三项全败，我就是死人呗。是个明白人，当然了，你进山献宝，我们威虎山也不能让别人落下画饼。三爷最讲仁义，大度纳贤，如果老胡要是愿意屈身留下，我们倒是可以破破规矩，就留在山头各大金刚爷们底下当个跟班帮手，这样也算是有个一席落脚之地，从此也不用流落江湖了。那行，第一项比的就是枪法，古月万对阵大炮头，比的是一颗子弹一只碗。好，老胡，哥哥今天就陪你玩玩，全当给你助助兴啊。大炮头，老胡，只有两发子弹，我先来。请。该你了，让兄弟们开个眼。老二，你这是故意设局为难老胡啊！这是个臭子儿，就算我赢了，那我大炮头在江湖上也没面子啊。大炮头，你胡咧咧什么呀？要是三爷也当真了，我醉花可担待不起。老胡枪里有臭子儿，我也没有想到啊。可是
咱们山里有规矩，谁要是遇见了臭子儿，那只能是自认晦气，怨不得别人。不过没关系，老胡啊，你要是觉得不合适，那咱们就不比了。你是客人，就留在威虎山啊，多待几天，让山上的兄弟们好好的陪你喝喝酒，吃吃肉。往后啊，咱们还是朋友，咱们这威虎山随时欢迎你来做客，你看成吗？梁楠，你别担心，我老胡碰上臭子儿呢，那是我运气不好。可这毕竟是过坎子里，没有半道退出的，要不然那不是瞧不起咱威虎山吗？让大炮头没面子吗？侥幸，侥幸，是我老胡侥幸。老大啊，你把我的兴致也挑起来了，咱们接着来啊。好啊。这回我可就不客气了啊。我走。好好。好酒。老胡胜，第二局赌。老胡，请。今天赌的是单双。碗中铜钱若干，放入龟壳之中摇晃，凭着眼明耳灵做出判断，说出单双，重者为胜，不重者则输。
这可是三当家的拿手好戏。咱老胡，哎，老胡，别说我欺负你啊，嘿，你只要能打个平手，我就算你赢。现在，赌局开始。我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？定离手，请下注。快下注啊！你要是再不下注，我可就当你弃权认输了。下注，双。翻舵的，请开局。
前。果然是高手啊，来去自如。嗯，愿赌服输。老胡，你刚才那句话说的，好像是说殷八字身上藏了什么鸟。老三，老胡啊，赌桌上说话，那得算数。哼，鸟都飞了，上哪儿看着去？那你就别瞎猜。第一盘，殷八自胜。第二盘，由胡彪摇钱，殷八字下注。请。哎，你说他能行？谁知道啊？老胡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你打平，照样算你赢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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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